多会好了。来了，我们来准备礼炮。今天现场太多球迷了，对不对？在这十号队友，那没关系啦。今天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，十号队友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待会儿阿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好好的接受他深情的告白吧，可以吗？真的不行，看不到的话呢，这里有演播，可以送给他们。OK， 林淡、慧慧还有瑞娜。好，接下来不要紧张啦，像刚刚歌词都还没开始唱。运动员五十首，对的。OK， 好的，那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请全场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阿福。Thank you.
记带手机话，我就跟着去。对。对。不然你再唱一首歌好了。没有看啊。那不然清唱啊。你平常有常在去那个 KTV 吗？偶尔。我跟你说，通常会选李荣浩这种歌，通常都是唱将才唱得了，而且他刚有这么多的转音跟高音，是不是都诠释的很完美？所以你相不相信阿兔现在随便清唱一首都超好听？不相信。